喺唔少人嘅印象中咧，欖球都係充滿撞擊，又要著曬盔甲嘅運動嚟嘅。不過其實香港都有唔少人係玩非撞式欖球嘅。最近一個體育節嘅地區同樂日就舉辦咗非撞式欖球邀請賽，戰況咧好激烈㗎，我哋快啲去睇下啦！代表各區嘅欖球隊伍分別爭奪碗、盾、碟、杯幾個獎項。比賽當日咧烈日當空，天氣咧都非常之熱㗎。但一眾男女健兒都獲力參賽，好有體育精神喎。不好意思，我會講英文。我嘅中。OK， 一喺呢邊，第三，仲有張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呢邊唔該，一、二、三。唔該曬。OK。學生，你覺得體育節嘅意義係咩咧？其實我哋港協奧委會咧，除咗話培養精英運動員代表香港出去比賽之外咧，其實好重要一部分係自己嘅身體健康。希望可以。